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所介绍的呢是两组喇叭的之间的比较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组喇叭，都是德国 NB Quad 的喇叭。那第二组喇叭呢，是我们的星光美声二号十寸的三音路喇叭。那我们使用的是英国 Rockel 的 CD Play， 还有这个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铁板烧扩拉机，把下面的小灯已经亮起。那我们播放呢是赵传的人声低音炮 CD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使用我们的 NB Quad 的喇叭呢，做一个播放。那播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同样的那这首歌呢，再由这个我们的星光美声三号呢，三音路的这个十寸的喇叭来做播放。那我们现在先用我们的德国 NB Quad 的喇叭先播放。海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。踩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好，阳光沙滩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德国 NB Quad 所这个 Master 的所发出来的声音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做个切换，由美声二号来做播放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香蕉叉给插上。把这香蕉渣也给插上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呢，播放同一首歌。海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。
带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星光美声二号十寸的三音路喇叭所表现出来的声音。我们可以跟刚刚我们德国 AB Quad 喇叭呢做个音质的比较。那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阅网页上的说明。谢谢各位。